出来讲话了，谢长廷竟然讲啊，他今天在那广播讲，这次陈聪明这个案子啊，可以看出来马英九是要掌控五院的布局，因为换掉陈聪明，等于拉王金平，拉下王金平的人马。我觉得他凭什么逻辑说这个陈聪明是王金平的人马？对，这个逻辑说他是王金平的人马，讲白了就是谢前院长要挑拨王金平跟马英九的所谓心结嘛。